迎各位收睇，而家两队咧就握紧手，好快咧就开波噶啦。大家好啊，我系吴家谦，今日好开心啊，可以同我身边呢一位大家都好熟悉嘅朋友咧一齐去讲呢一场波嘅，佢就系 Keyman 啦 ，Keyman 欢迎你。你好，家谦，哇，我好开心啊，今日能够嚟到睇呢一场咁精彩嘅比赛。呢脚直线一下趟穿晒，呢下横传咧同佢想象中系差咗些少嘅。接准啲球波，解除咗个威胁啦。简单直接啊，一个飞身突破咗左路啦，睇下可唔可以好好利用呢次机会。向前傳出，朗試下壓埋去啦！哇，跑得真係快啊！正系靠自己嘅技術，冇龍咁冇冇到入去，真係幾犀利。佢搏曬命噶啦，不過射門嘅角度啊，真係爭少少。我終於有一隊主動啲埋門啦，睇下可唔可以 keep 住個勢啦。吉田傳去側翼。貝特蘭。到底边个会攞到呢个波呢？贝特兰向前长传，亚科比向前长嘅传出，个波踢翻出嚟，防守嘅表现真系好啊！而家會點呢？卡斯華特包斯佐迪卡斯列特蒙特，結果無功而還啦，壓到上去咯噃，有冇機會入波啊？格拉道好快咁向前傳。守門員大腳斬出去，呢球波過唔到啦！身形佔優啊！列特蒙特喺左邊望下過嚟，傳去邊線度，沙恩朗，喂，有機會啊！呢個波真係驚險，界外球，沙恩朗，好，而家一個傳球，華特包斯試下接應啦，頂埋去。完全冇威胁嘅，佢手黐到实一实啦，咁都仲起到脚，抵赞！敬志为脚直线，边个会追到呢球波啊？可以解围啊！
唉，真係嘥咗個波。卡斯、沙恩朗直接長傳，截得好。華特包斯身形佔優啊！喺界外球，羅美奧真係好波啊！俾佢捉曬路啊！個波向前傳。个波传咗去侧翼啦，哥林威尔逊呢球真系可惜。呢个波其实俾得好靓噶，可惜嘥咗。瞄住个前场嚟斩啊！好，拉开咗个空间啦，传咗入中路啦，个波甩咗出嚟，解围做得唔错，界外球啦。沙恩朗同龙门单对单，算系唔错嘅尝试啊吓！但系上半场咧就完啦。上半场啊，乜都有啦，系冇入波啫，比数仲系0-0啊！球正吹鸡，下半场开始，咁样嘅传播唔得噶，向住侧翼。射啦！个波会去边咧？列特蒙特一脚解围，麦斯格拉道呢个直线靓啊！卡斯好快咁向前传。身形佔優啊！巧妙嘅傳球啊！呢球波擋得好啊！羅美奧、卡斯向前場方向嘅長傳，個問題啊出喺傳球嗰個準程度嗰度啊！而家搞到空手而回啦。攞到個界外球，吊高個波，相信佢自己都明㗎啦，下次要俾好啲至得。嗱，其實個諗法唔錯㗎，走位都幾好，可惜啊，俾波嘅質素爭啲啦。卡斯。将个波分去边啊？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机会嚟啦，系咪要起脚呢？到底边个会攞到呢个波呢？吉田攞翻个波，亚科比喂脚直线，个波飞出嚟，一脚踢走呢个波，直接长传，佢就唔会咁容易认输嘅。睇下佢一阵会唔会再试多次。罗美奥加速前进。試下壓埋去啦！列特蒙特突破咗越位啊！後防及到實一實，一啲都唔放鬆啊，先至可以阻到佢啫。勁字向前傳出，嚇到個後防少少啫，不過後防都處理得好好啊！
帶住個波攻上去。沙恩朗，羅美奧整腳直線，咦，個波出嚟啦喎，大腳解圍，呢腳直線一下劏穿曬，起腳嚟啦，打開紀錄啦。因為一個打一個真係冇乜人贏到佢嘅，喺呢一度亦都唔例外啊！嗱，單對單對住龍門，最緊要就係冷靜啦。龍門係想擋佢嘅，擋唔到啊！高士宁个波向前传，向前场嘅传出，亚基好快咁向前传，一下铲波，佢就应该有好啲嘅选择嘅。不过我哋喺侧边睇啦吓，同落场踢咧又系两回事嚟嘅。瞄住个前场嚟斩啊！试下呃埋去啦，俾咗个笼喎。罗美奥，嗱，本来就可能有啲机会嘅，不过都要等下次啦。吉田大脚解围，呢个时候唔可以再咁样继续落去啦。喂，呢队踢到好似冇乜动力咁嘅，跳起一顶，唉，浪费晒啲时间。突擊呢啲嘢咧，速度就係一切。咁你冇速度啦，自不然就冇機會啦。個龍呢一球踢得曳啦，即刻俾翻個波人哋都有嘅。好，守得好好啊！長傳丟入禁區。呢個波就去唔到目標度啦，解圍踢翻出嚟，貝特蘭最後嘅雞聲響起，兩隊嘅勢均力敵，最後只係差一球啫。Kimman 有冇咩意見咁啊？咁贏波呢隊抵賺嘅，因為佢哋喺左邊同埋右邊咧兩邊咧不斷咁樣嚟組織咧，真係令到對手疲於奔命啊！嗱，不過我哋今日咧見到佢係兩邊打得咁好啦，但係奇怪在咧，對手咧又冇乜點樣去阻截佢哋喎，由佢哋咧一路係咁製造攻勢。比賽結束，我哋嘅節目時間咧亦都差唔多啦噃，咁要多謝 Kimman 啦，陪足我哋睇曬成場波，各位晚安啦。